北方饺子能有多稀奇？不仅享誉国际的美食家极力推荐，还曾经获得中国饭店最佳风味的香港餐饮名店美誉，那就不得不令人好奇了。鲜肉冬菇香菜饺、煎金葱羊肉饺、煎鲜肉韭菜饺、煎鲜肉鹿笋包贝饺，这些创意饺子都来自于北方饺子园。饺子馆是一对山东夫妇经营，讲究的是传统的中国北方口味和各地的特色美食。许多国际食客闻名而来，餐牌还要有中英文和食品对照，能在全港开上5间分店，难怪是香港新自己品牌的名店。